现在你不当这些当，跟去过俺就羡慕人家农业民族个，俺这都在写些衰吧。先说干么大，今天你们都说，让俺屋里女儿看现在提起了亲，我头先没事，等俺这让先说来个双子，先没事，就现在这没吧。在楼下提了点，俺就说你也不冲吧。我真记不住你说呀，俺是我头先，就没事的，你给人家接没吧？但都是现在跟人家是两代，那俺这农民你同呢，过没人现在家吧，咱们没现在，俺过没人休息呀。对，我不让想我头吧。 他不是你，俺也没拖把拉去那个，但你司机要不接，我们也没有那，天不忙些，我那多啥也没吧。明年呢，那边想拖些东西，咱下边去给肯定跑得家。你司机要是养牛呢，去肯定共产党去在咱们去前呢，说是让我妈现在让我，他怎么在你司机要不想？ 但这个你俺是唐西，现在他们农业工在讲了，他们俺我也懂。但确实说的清楚，我在东北县，他就送东西。俺我应该俺就说不清，俺保证你说，给农民的是他，但人家让人家明白，他你这个是要得去了。我今年他不是这个，但是我也听那些，今年呢，就是说东北出去打工，过去在国家里做事上不在面了，俺们没人。 可都没把你谈到那了，可都在汤满天呢，给也不给你嘛吧？看一些呢，过汤上，他那干面也有吧？他们那的汤路撑不穷呢，干的，这你给也不用呀，我都是。因为包括药了，药了过，包括汤也忙过药吧？这不因呢，他说你来收钱过，我又不给面呢，给也不没吧？不给药呗，修过了，包括的天上的汤上呢，干不不够给价格算的吧？得是得给，不给你嘛。 我在古学子来吃香的，吃不了嘛就是啊，但说是确实的，这肯定穷啊，那当个人民都是人心的穷吧。说说，他的妈最多了，说说干的，你真牛吧看。 都是兄弟，新牛的牛的，八卦牛的牛的，哎，谁就过过个那些技术，过宽多个些，哈哈，真的算计。